手啊、拳击手这种黑帮成员，你可以招募他们，然后组建自己的黑帮，然后你去是那个等一 NBA 下，那你边是偷东监西、狱抢长劫。吧？你不是黑道老大，你是监狱长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不所以我就对是这吧？样。这不他还对吧？然后他可以一直往上盖嘛，他那个地平线以上的监狱是盖那种正常可以出口什么电器类之类的，然后他有地下室可以扩建，地下室可以做毒品跟枪械出来。你是监狱长，不是黑帮老大吧？怎么感觉像黑帮老大？然后这很好玩哦，你可以去，然后典狱长还可以自己出去偷东西哎，我晚上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控制典狱长去路上 NPC 里面偷东西哎。我明白你喜欢什么样的游戏，你都是喜然欢后，犯罪类的，还是很突好变玩种。的，而且你那个它里面的角色犯人还会升级，什么抢劫成功啊、杀多少人升级之类的，什很好么玩。鬼？然后哎，先它现热身在一下。更新你还可以跟人家抢地盘呢、先热身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学校啦，这边还这是机边这场边这边黄点黄点？OK，机黄点，场，好久没去机场了，这很叫好机玩的，场我觉吗？得。就是军事基地啊，啊，什么叫基地吧，对不对？下楼没有，下因楼为下它楼。里面有一堆战机嘛，我们都叫它机场，叫基地也可以，都知道意思，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先热身，我大概打到8点多一点，我就要走。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要八去点办剩事。10分钟哎、欸，13分钟哎、欸，很快了。热身一场还可以打一场，说不定还可以赢一场。打到后面就要20分钟保底了吗？热身不用了。站着我看到有车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人哎、欸。你不如去家，哎呦，门是关的哎、欸，干。我要去卫星塔，然后那个人要来卫星塔这样子。有车哎、欸，我驾车撞人好了。我这边有人，等一下。你把他们引到屋子外面兜圈子嘛，我驾车来了。来喽，来喽！我这边好像两个人，他应该在外面，在外面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在门口，看到了吗？我撞死他，我撞死他。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我有两个啊。有两颗吗？啊、我把你也撞死了。没有，我是被那个房子后面那个冲出来打了。他的房门旁边还有两个，门旁边还有两个。哦，我还撞死好多人。这边有3个人、啊。老在撞人，撞好几个。我、哦、还有83块，命中分数蛮多的。我还有34哎、欸，我杀一个，然后命中蛮多分的。我撞倒3个，怎么没分啊？撞倒有算击中分数吗？有啊，34哎、欸。不知道，我知道打到一枪包是几分呢、啊？一枪几分啊？不知道啊。我前几场杀5个6个都是1000分1000分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有啊，400-500分。下一个有50分吧，击倒应该是30分吧，15分到30分左右。他也没有，好像没有公布过那个算分的制度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知道杀人是20分啊，杀人是20分而已吗？好少、哦，没有，好吝啬。哦，我今天跟那个酷刚在玩，我赢了吗？遇到外挂、啊，哦，遇到外挂，我已经遇到外挂2次了耶。我也遇到2、3次，我拿到那个消音 98K 啊，然后还有消音的 MC6 全配。结果呢？超级无敌飞的，然后我一个打3个喽，然后就配那个外挂，他突然冲过来嘞，妈他开加速。你一个加速哦，我遇到过1次加速，1次遇到过一个自动瞄准的，那自动瞄准的我们。
一下就下我们刚才那个地方啊。Rambo 先死，然后不到一下子，他 UMP 远距离100米，把我们三个爆头，不同方向。很夸张。加速那个是很明显的，就是看到那个人在瞬间，然后打人又很准。对啊，就是加速跟那个外挂。好累哦。是不是你会那个吗？好累，我玩 C server 会比较好一点，平常。你在跳吗？我们在北边呢。北边的话，下面有船吗？你该不会想游去奇石岛啊？对，其实我就是这么想。那跳下去吧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奇石岛削弱了我。他这次上次改版改烂了。往东走，往东飞，往东飞，飞到海边去。我在看有没有船，这边应该会出船。海边应该会出船啊。我去过两次奇石岛，两次都没有很肥啊。没有吗？我在看啊。就他就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是游戏刚出的时候，我去是还不错的。然后后来我这边有船，我这边有船，降我这边。哦，往那里那边走。然后接着他就被改版改了两次，就是都说调低物品那个出生率啊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快一点。那个他现在毒圈变痛了，今天更新毒圈会变痛。哦，我下方有人哦。船在哪？怎么看不到？在我这里啊。那你过来接我。哦。我老今天开始第二圈的那个毒就会比较痛哦。是啊。我完全都不看的耶，这些更新我就玩而已。我觉得不看那个差蛮多的，因为看这些我觉得他更新再怎么更新，你打不中人他更什么都没用，没多大关系。他今天更新那个毒圈变痛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我们如果在这边，然后他输在左下角的话，那我们就稳死啊，完了。刚好这个船的油量也不是很多，玩了两三场，那个毒有够痛的呢，毒真的变蛮痛的。去得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一定到得了啊，只是时间会很慢，就是真的。我们只有五分钟吧？对啊，还好啦，不会，我们等一下很近而已，船开出来，然后从这边吧，对。不知道有没有车，那边好像只会出 bug， 我去那边去过几次，看过 bug。 哪里可以上岸？这边吗？那边不行，要到这边。哦，好远哦。你那边都是悬崖。这么看不是悬崖啊，这边是悬崖啊，这里是悬崖吗？哎，算了，等一下兜过去就知道了。反正那条路是必经的嘛。我们看剩下一分钟左右要离开，对吗？我觉得大概三十秒再走就可以了。不过大概三十秒要上，哎呀，要到船上啊，不然就会吃到毒。他现在改成第一圈的毒不变，可是第二圈开始毒变痛。哇，其实是那个设定蛮诡异的。他设定就是要有人积极的进入蓝圈里面打。我今天玩一场啊，自己玩。哇，那个毒圈外面那个不要撞船，不要撞船，我们还需要这个船。没有撞啊，十几个死在圈外啊。十几个哦。哇、啊，我已经死在圈外好几次了。第二圈、第三圈，一次死十几个在圈外。哇，好厉害！有够痛的啊，那个一次扣超多的。分开收啊，分开收吧。啊、分开收。分头行动。时间差不多，就自己去蓝点集合了。超穷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对啊，没有。他是在惩罚我们吗？没有。有个手榴弹。玩法超闹的。要手榴弹干嘛？对吧？我今天用手榴弹攻坚，直接三颗把对方炸光。连手枪都没有哎。
啊，我找到唯一的武器了 ，shotgun。哦，还有 shotgun 呢，这个 shotgun 太强了。可惜这个岛上只有我。不要我拿散弹喷你啊！你喷啊，你喷大不了再开始啊。喷不到啊，你离我也蛮远的啊，而且这个，啊、我刚好说怎么会有声音？你、欸、真的很穷哎、欸，我开了六个房间都什么东西都没有哎、欸。我只有一个镰刀，15发子弹，而且还不是有还没有枪，真的改得很夸张啊！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惨。你在楼上还在楼下？楼下我收完了。你收完了，那我上楼。就一把散弹枪而已啊。太寂寞了吧，这地方！你给我他妈762子弹，不给我枪！剩两分钟，哇，尴尬了，真的尴尬了。我觉得我们来这么远，那个星期全白费了。你那边收完就可以空房间了，连手枪都没有哎、欸。我可以给你一把十字弓啊。十字弓，你给我打鸟吗？我看我连鸟都打不中。我到后面去了。到卫星站。我操，他的天台也是空的啊！空的哎，空的，这个天台也是空的。我觉得里面也不会有东西。空的哎，有一把散弹枪，还捡不起来。我这边有物资，你要吗？你拿吧，反正你也没枪。哎，有人来哎，有人来让我们杀哎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没看到哎，在我这头。有船停在我们这了，那是我们的船吧？不是不是，有声音。我看到他上来，我看他还有枪哎，在哪里？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。S 单方向，等我过去，等我过去，先别跟他打。我先，他跑到房子里面了。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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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来给我们送枪的。放倒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呢。应该也在我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残血，他残血。他要收掉我啦！门口进来就看到他啦。你好。哎，他果然是来给我送枪的。哇，你散弹枪还比我好哎、欸！我是那个五发的。我只开了一枪而已哎、欸，我还怕杀他不死。那痛吗？你那把双管超痛的。那把双管可以杀两个人呢、欸。哇，好多枪哦、喔！好了，好多枪哦、喔。他是先收好再过来这边的呢。对啊，好可怜哦，来特地来送枪，这我不要了。走吧。他朋友呢？他朋友在前面，好像不知道拿什么枪，看起来像步枪类的。这个吗？嗯。也是哦，也是给我送步枪，还给我送四号甲。四号甲是什么？四号甲就是无敌甲嘛，就是那个肩板。啊，肩板呢、啊？肩板就是四号甲，你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四号甲嘛，不会破的就叫四号甲。哦，会很痛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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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啊！不要！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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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平底锅吗？对，平底锅。平底锅不是四号甲吗？很强的嘞。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哎，那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了，我介绍给你。跟那个蓝圈在赛跑。那汽油少得好快哦。因为你按着加速啊。你如果一直按着的话，那个到最后会沉在海上面哦。我有好几次在当水鬼，开着船在海上捡空投，然后那么可爱，空投没有游回去。哦，我有一次只杀了一个人就死机了，然后我捡了四个空投，四个空投，结果什么都没用吧，变成被给人家送货了，对不对？我那场我赢好不好？我只杀了第二名。你杀了多少个人？一个人吗？一个，就只有第二名那一个。就是那个时候说在机场那一圈嘛，右下角整圈都是海，我就开着船在海上晃。我捡了 UP， 然后三级盔、三级甲、三级包，然后一只那个肾上腺素，然后钩子上岸。我让你妒忌一下哦，我除了我一开始玩的那一个星期以外、就是我会玩以后，我只玩了一次单人。
单人。哦。哦，你就一直都跟人家玩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那个单人的我就赢了。我觉得单人比较好打很多欸，我很喜欢打单人哦。你不，我最多我不喜欢打单人，我喜欢打单人或是双排啊，四排我不是很喜欢。哦、我最喜欢打四排，输了也好玩。我觉得双排比较好玩啊，四排就是每次都打倒一两个，正准备要收塔的时候被他队友干掉。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边耗了，我应该去找车。我每次只要那种打倒地收不掉的，然后我就死，我就会觉得很无助，很郁闷。来帮我看一下哪有车。好，你可以把枪收起来跑了，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兄弟。那个我觉得越来越难看了。我都没看过，我只看了半集。我没有甲欸，身上我有二级包、啊、二级盔。平底锅举在手上就好了。他后面射我，我还不怕。举在手上。他前面射你，你就举在手上。是吗？怎么把平底锅拿起来？三号啊。三号吗？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四号。好，那我拿在手上好了。这样一样会变慢啊。怎么都没车啊？那我现在改一下我的按键。没车哎、欸！好不容易回内陆，会死在圈外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我快到圈内了、欸。恭喜你！这里会有人吧？哎，有车，看到了，先把车加进圈内好了，找个地方逛逛吧。觉得那里会有人，朋友，我来了，有人在吗？你好，有人吗？鞋子。真的好穷哦，好穷哦。哎，已经有人来过了。GG。一号甲，给我一号甲吧，我要求不多，就一号甲就好。一号甲。哦哦，在你前面，在你前面，打中了，倒地而已哦，他的队友。队友在哪？看到了，出来吧。哇，他有卡 98 右边。妈，这个炮枪、他居然打这么多枪来打死你。喂，我都没看到他，他居然打那么多枪，怎么我刚才进去他都没出来？我喊好久哎、你会不会忘记开麦啊？最后一场，我开麦啦。哦，是哦，我开麦啦。我这两天都是开着麦的哎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就在玩那个 Tokyo Drift 啊。什么是 Tokyo Drift？ 就是一上到车都就开那个 Fast and Furious 的音乐啊。Fast and Furious， 那我不知道。
你 Fast and Furious 你不知道这么极限快车还是什么的叫做？哦，那个亡命关头啊，你们那叫亡命关头，就亡命关头那个东京什么什么什么。什么东京甩尾啦，东京甩尾嘛，就那个音乐、啊、东京甩尾那一集嘛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就那个音乐、啊。你讲那个英文，我突然之后是转不太过来。没事啊，台叫东京甩尾哦，那翻的还蛮贴切的。台湾的那个翻译啊，都是比香港好一点，都是自己翻的啦，像那个《神鬼奇航》那个什么《Pirates of Caribbean》。你们那边叫什么、啊嗯？我们这没有中文。我们这边叫做《神鬼奇航》啊，大陆就直接叫做《加勒比海盗》。加勒比海盗比较贴切。那台湾就直接叫做《神鬼奇航》啊。然后那个007嘛，那个 James Bond 的那个。叫你们叫詹士邦嘛，他们。我们叫那个。很不会讲。我很累哦。007恶魔师傅啊，刚忘记换伺服器了，先跳出去，跳出去，跳出去，跳出去吗？跳出去，换伺服器。最后一场喽，认真打哦。好好好好，好啦，我一直都很认真，好吗？那你认真很差哎、欸，我不相信你赢过。我好难过。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就是在激将法，那你就现在就是要说证明给我看了、啊。我的信心都被你击碎了，不玩了不玩了。你这什么小女孩信心啊？不玩下线了。那么容易被击碎。真的。不可能玩这个游戏玩到现在还有信心那么差的人呢、啊？这个游戏最会做的就是磨掉你的信心啊，尤其是新手。我都被来自队友的打击。对，打击，等下我开你一枪，让你知道什么是打击。太暴力了，现在的人哦。还是好累哦。这已经是那个 CF 了呢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今天，啊、我是都蛮顺的，两个伺服器我都蛮顺的。你台湾是战略地点，不然怎么中国那么想要台湾？昨天被习大大攻击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攻击？我们昨天香港可以玩 PUBG 去台湾连不上去，什么被那个习近平攻击了啊？习近平要攻击你干嘛？没有，我们玩笑，我们昨天就是香港都可以玩 PUBG， 然后台湾都上不了，哦、我们都说都被习近平攻击了，蛮扯的这玩笑，没有很扯啊，他一直想要武力收复台湾不是吗？说了，让你怕。西边进来啊！习近平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。嗯，先到这边，然后去医院吧。你说行吗？先到这边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一定飞得到，可以直接飞去医院啊，两格飞得到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飞啊。那就直接去医院啊，直接去医院。我直接去医院了哦。飞啊！什么时候要开伞？能开就开啊。开咯。开了。我最远飞过四格哦，不过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收一半了哦，还没落地。要飞多快啊？我都大概30到40这样飞。好像还是有点晚开。嗯，是吗？希望落地的时候不会被撞死。不会啦，那个方向反方向两格不会有人的。看到医院的轮廓了，我一定到得了。有车吗？路上？不知道，我很高，我比你高超多的。我是不是应该下去找车呢？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你那个高度好像飞不到哎、欸，你好像会落在麦田里面。没看到有车哎、欸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好了，要开始全力下降了，太高了。嗯。
等你飞到天都亮了。往下面那个屋子走，看那个车库里面有没有车。哦，这么一路看过去，好像什么车都没看到。我先在这边收一回好了。我就直接进医院收好了。有点想直接去医院后面的房子收啊。那个圈子在反方向。我看到车了、啊，在后三间仓库旁边。三间仓库旁边，你标一下好吗？我过去。蓝点。蓝点。然后我看到电单车。这里有摩托车。医院见好了，医院见。OK 啊，你沿着马路骑上来，会再看到一台摩托车。对。直接在医院见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在医院收了。飞啊！我真觉得这游戏那个冲锋枪新增那个308真的是很莫名其妙。他自从新增308之后，我常常那个织物啊。什么冲锋枪？冲锋枪像 UMP 啊、Factor 他们都有那个 Boost 嘛，那个308模式。啊。我觉得新增那个超没意义的，根本就没人在用，然后还常常忘记切。哦，你是什么单发吗？我都用全自动啊。你收前动吧，我收后动。对啊，我都用全自动，因为全自动可以自己控制嘛，单发。对啊，没有，他以前就只有单发跟全自动啊，现在多一个308，我觉得那308超浪费的。很准欸，那308很好控制欸。不是啊，重点是这地方有时候你会忘记切回，切到全自动，我就切到308。这地方好穷哦。真的，你指名要来的、啊，不能怨他。哦，有头盔。还好啦，还没穷得很过分，起码有头盔。可是除了头盔，什么都没了、欸。我捡了400颗9 mini 子弹。400颗哦，有步枪，不错。嗯，这不要。晚点，那个兵不知道会不会跟我玩。会吧？知道。啊，他如果没跟我玩，我要就去当我的典狱长了。哦、啊、然后那个游戏很神奇，那个游戏还可以去嫖妓。哦，看来让你很喜欢啊，嫖妓这个。不是，他那个嫖那个有一个很好玩的设定，他就嫖妓还会得艾滋病呢。看来你对嫖妓这个游戏内容蛮满意的。他直接就写在那个 Steam 商店页面啊。我真的觉得你的那个游戏的那种喜好是有点。要这样是不是啦、啊？哎，还能不能好好的聊天啊？可是你说哇，聊嫖妓好好玩哦！我现在这么跟你说，你听起来也不对吧？它有一堆很奇怪的效果啊！嫖妓好好玩哦！欸、我收完呢，没东西了。你楼上也收了吗？好快哦！对啊，我顶楼也收完了。我还没收，你收我这边的底层好不好？我往上走。哦最楼下哟，最楼下，这里让我收了。我还没收、哦。你是从哪、啊？你不是从楼下收上来、啊？我楼下还没收到。没有，收一楼，收一收。有7.62的话，你没有用，帮我捡一下。我有用哦，我用 AK。哎，我也用 AK。没关系，用不完分你一点。我可以分你9 mini 啦。我9 mini 满地都是。不用抢，哎、欸，我收完了。我上楼，哎、欸，没有楼上了、欸，你收完了吗？有啊，有顶楼啊，楼，你最周上还有顶楼啊。怎么没看到楼梯上？上楼。他要从中间那边上，外侧没有上顶楼。顶楼有东西吗？我没有看你那间的，我这边的就是 UMP 的那个有裤子。我去楼下面收是吧？哎、欸，二级哦，不是，我还以为是二级盔。你等一下可以顺便往下跑下来，那边有 buggy 可以开。哎、欸，有药包，太好了。我7.62全部给你，我敢拿5.56。5.56我也有。
什么？就你问题最多。我什么都有，反正你拿什么我就跟你作对就好了。我 AK 丢掉了，我等一下就给你子弹了，我不管了。哦好，那我跳下来了。我们要走了，你收完了吗？我都已经跑到下面再收了、啊。这边有 buggy 可以开啊。嗯，我先去收青色楼层那边，那仓库那里。我是觉得再收个两边。你顺路把 buggy 架过来吧，不用回头找。好、啊，我再收个两间，我没有医疗包啊。我有一个，比你好一点。这是在比烂是不是？对。你有那个步枪配件有多了给我一下，三哥。暂时没有找到多的，我还在找着弹夹。我两把枪都是空的，我酒力太多了。步枪配件，你是说 SMG 吗？我这有哦。我要垂直握把。垂直握把没看到，这个是那个 Flash Hider， Flash Hider 叫什么？我有 Composite Flash Hider 叫消焰器，就是灭火光的。啊、哦，灭火光。你在收仓库吗？没有啊，我在。那我收仓库。这是仓库吗？这藏屋子。仓库啊，仓库！我直接砍，我也要过去收仓库。收个脸，那个那蛮肥的、啊、那个。一般情况来说，我已经开三个门，什么都没有了；四个门，什么都没有。哇，我以为你是哦，我说的是蓝点那个，我不要给你看，那个叫做仓库啊，你那个就是大房子而已吧？那个没有特定的叫法。哎、欸，找到好枪哎、欸！你跑掉了吗？对，我跑到这边来看那个仓库，这个很这个很肥啊，回啊这接我好，哎、欸，二级甲太好了。Flash Hider， 有弹夹哦，不过是大子弹的弹夹。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啊、那我丢掉了。左下角那个看你站着还是蹲着的那个标志怎么不见了？我不知道，那应该设定可以开吧？不见了耶，本来有的耶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意义吧。有啊。吗？怎么说？你蹲跳成不成功看得到耶？哦，对，你刚讲的对。对你那边有握把吗？没有哦，我现在什么握把都没看到。不要说你要的握把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那就尴尬了，我开车过去接你，撤了。撤了吗？撤了，全到了。我捡的帮我帮你捡了100克的 7.6。哦，我这也是有。妈，我自己的来接我，来接我。超可怜的，我都专门捡你的。我把我556，我556就只有30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往前跑，钱要到，全在你屁股了。给你开，我懒得开。走了。出发吧，往黄点出发。黄点吗？好的。黄点那边是。全要摸到屁股啦。不怕不怕，有我在。刚丢了200颗的酒精饮料。你不怕不怕，有我在。撞车了，来喽！来喽，你该不会想爬山吧？我现在有一包三止痛三饮料，你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不是有包吗？我有包啊，可是没有药包。啊？那不然你的包是什么？不就是医疗包吗？不是医疗包，是背包。我没有停哦。好，没关系。这又是个错误的代称了。我们这边讲包就是那个医疗包啦。这叫文化冲击，知道吗？这是文化冲突吧、啊？
cultural 什么东西的 cultural shock。有人哦。路上吗？右边啊。在路上对吗？我没看清楚啊，我知道右边有看到火光啊。多远？大概。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在应该在 SW 方向啊 ，SW 方向确定在那边啊。SW。在那边啊。撞他！敢开枪打我，我开车撞他。在哪？没看到啊。算了，我们去下一圈吧。算了，走吧。要点了 ，Go Go Go！ 难点。我这样绕他吓死了，不敢开枪。在右边哦，右边有东西。我都看不到他。右边有声音，有车的声音。看不到他。我跟你说了嘛，对不对？中枪了！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我放倒一个了。放倒一个，还有一个同样位置，同样位置，我过去了，我包抄。我看不到他。包抄，包抄，同样位置，他趴下了。你放倒了对不对？放倒一个，另外一个看不到。你有可能在救人。我看不到人哦。另外一个人，他刚刚趴在麦田里面，那怎么不见了？两个都死掉了啦，两个都死掉了。哇，好多五五六哦，我留一点，我给你好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哎，还有人，还有人。什么方向？山上吗？我不知道，枪声是打这边的，没错。对，山上的。我先吃一下药。有四倍镜你不拿吗？我已经用着了。看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防卫，防卫。放倒一个，他队友在另外一个位置。死了。两个都杀了吗？好厉害哦！嗯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虚伪？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。哇，捡到神器了，我的妈！你捡到什么？消音管。消音管吗？步枪的。我喝一个饮料好了。你还要7.62子弹吗？多多益善啦，这种东西。有二号甲的话就更好了。你过来找我，我这边标点这地方100颗。556你怎么没捡完啊？好多哦！我捡不起来，我是到背着你的那个 AK 子弹啊。那你丢啊！我丢在那个蓝点了啊！丢在蓝点 ，AK 子弹。这些人都是来给我们送货的。AK， 我们要走了，脱圈了。头盔。哎呀，捡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走了，脱圈了，我去看。我们的车嘞，还是开他们车就好了。开他们车就好了嘛，反正没事。走吧，捡些物力。懒虫，又是我开吗？当然是你啊，不然是我吗？那我们去肯定有人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走啦。我刚改按键，哎，前面是沼泽哦。我知道是沼泽。我刚改的按键差点蹲不下去，一直习惯性按旧的按键。习惯了，干嘛要改？因为以前有那个一键大跳嘛。哦。然后后来没了，我就把蹲设为砍错。我打 CS:GO 都习惯性把砍错设在蹲啊。然后这游戏要空白跟 C 一起按才可以大跳，所以刚改成 C。可是你打 CS 不是大跳都已经很习惯了吗？我 CS 用直接大跳设在按键键盘上面了，把那叫什么？好懒哦。滑鼠上面啊。懒死。有什么意见？这里会有人哦。我知道。别发呆哦，子弹多。
我觉得我们先拆那房子，然后分赃一下吧。先把门关起来，走走，分一下东西。我这饮料超多的，我饮料有不要在窗口旁边分啊！不要在窗口旁边分。来我这一间，来我这一间。进来进来。超级的房间，药包几罐？哎、欸，不是是。你饮料几罐？我没有药包。你有什么东西？我有五罐止痛，八罐饮料。你五五六有多少？168。你给我30发好吗？我给你四罐饮料哦，然后我拿不起来，我拿不起那么多，我满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丢下好了。啊，这个给你。五五六太多了，我拿30颗就好。哦，你拿回吧。然后医疗包我只有一个，医疗包不行了、我们没有医疗包，饮料倒是不少。哎，刚才那家伙好奇怪啊、哦！我 AK 打中他4发，他居然不倒。我车，60方向，60方向上楼应该看得到。马路上吗？还是开进来？不知道，应该在那个。房子的另外一边，尽量别走动哦。我去看另外一边好了。好。我看到人，看到人。在哪？在哪 ？W 255。255。他可能看到我了。在那个有没有两棵树右边那一棵斜那个山坡后，好多、哦、跑到右边去了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一个有两个哦，另外一个在255。我看这右边，我看这右边。255那个中我3枪，那怎么没死啊？怎么在楼下的那个看不到、哦？有一个255在树旁边，那个中山枪应该在吃药。255啊，对，我在找我们房子下面的那个。那个往右跑，看不到他。对，往右跑，在山坡后面看不到了。我到楼下去等一等他。OK， 255那个我架着他。应该会进来找我们。我守着楼下。有一个移动了，那个树旁边那个移动到石头后，我架着他，他不敢动。什么方向？一个倒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都没倒。一个躲起来，他被我架着，他不敢动。另外一个就是刚跑过来，看不到。看他的方向，应该在屋子外面。哦、他中我6枪了，他到底是有多少药啊？你给他补嘛，你就一直打他就好。我看不到他，他就中我2枪，又躲掩体后面啊。Hello， 莉莉，我 call 回你，我 call 回你，我 call 回你。还没进来哦。还没。我那个他也趴在地上不动了呢，就躲在那个石头后面不动。看不到他、啊，你专注的对付他就好。我等、欸、你开门了，我关门，我等他队友进来。对、okay ，手榴弹哦，我丢的，我丢的。啊，不够远，哇，没有手榴弹了。烟雾弹要不要？烟雾弹没有意义啊！我没事干，我饮料太多，我喝掉一点。哇，他刚好在圈边。没有，他那边吃毒嘞。他应该会动，他应该会动。
他不见了、欸，往右边去了吧？他只能往右边走。我没看到他、啊。看到吗？没有，我开个底箱看他会不会跑出来。我打旁边的草，因为我看不清楚那个草。他不见了，他失去他的位置了。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很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哦。嗯。哇，我们要跨过房子区呢，我们要经过整个房子区。对。你来我这吧，很热闹。来后门，从后门出去。先收右边，再收左边哦。先收右边，收右边，往里面走。前面是沙滩呢。往枪声去。哎，我跳不过去啊！等一下啊。肥啊！靠！枪声不在这边，他在更里面。啊，干了！我忘记先把饮料喝满了。喝满啦、啊！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喝、啊。好行。哎，对，我分你一个包，我刚刚捡到一个包。OK， 掉。哎，还我一个，哎。你拿了吗？丢，拿了。我改按键，然后我就按错那个分东西的按键了。瞭望塔里面可能会有人、哦、上山，那边有房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往房子里面躲。哎，海上面有人哦。有一台车停在沙滩上，不要开枪！根本没看到人啊！不要开枪！我们刚好在圈子里，嗯，好，右边有人，就在那边。嗯，等一下看到了，我先打他吧，我有消音。你有消音，你可以开枪。我看着后面好了，后面来的机会好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先管后面吧后、啊、我们先管后面。如果刚才那一批还在的话，一定会在这边。嗯，哇，全在另外一边呢。干，我们顺着左边。哦，来了，红屋子，我们前面的红屋子。没看，哦，看到进去了。让他进去。我往红，他不知道有没有进去，他是从右边进去的。对，我去右边看看啊、喔。我开门哦、喔。他没进去，里面门都是关的。他应该是跑过去而已。经过了吗？对，经过。我们绕着圈圈往北走吧。我没看见他。我看到那个人了。在哪？他往 E 方向跑，斜坡后，这个斜坡，看不到他了。好、哦，看到他在墙后 ，E 方向围墙后。E 方向围墙。杀掉，直接死。直接死，应该是刚才的他队友死掉了。小心哦，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，这里有车，房子里面可能会有人。要开车吗？不要开车。现在开车是自杀，上山。29秒，前面有红车，看到吗？有，我再喝一罐饮料，我再上，再继续往前走。没时间喽。对，我喝饮料吃跑速啊。进来了，往里面跑。
我觉得房子里面有人呢。对对对对对，有。进了圈你就趴下哦。我知道啊。你前方一百，肯定有人，肯定有人。你知道，可是我没有拿，我在找。小房子。房子空的，看过了。好。石头不在圈内。好了，我趴了。我要趴了，我要趴在树后。哎、欸，我刚好在圈内。对对对、欸。太美了。完美，剩十个，扣掉我们八个，加油，吃鸡啊！嗯。他在 S 一三下。那个我看不到，我那个只能靠你了。我这边只能打对面山坡的，我只能打控制 N 一到一方向。看不到，他们肯定要过来。哇，又有人死在圈外。来了来了，就在我正前方矮墙后。我看不到那边啊，我和你的位置是，你看得到下面，我看不到下面，我在山上。好好好好，来了来了。我的左边也来人了。狙击手哦，狙击手，我不跟他打了。你换位置，我先看着我左边，我左边有人丢手榴弹在炸，我在看他，他们跑过来。一方向有一组人，一方向有一组人，一方向刚那边丢手榴弹爆炸。打人吗？对，打倒一个。Nice。死了。Nice。后来我们是三个，我的一方向有一组，二对三。一方向。应该是二。不，二对二对一吧？看到了。对对对，看到了，是车。看不到。车在山坡后面。看到，看到。他下一个，我在圈外哦，我要进来了，没办法。对，我帮你，不要知道吗？我要补血。哦，对哦，哦对哦，就一方向那一组那两个而已。等等等等，他就在我正前方。我现在他也在我正前方，我们对他们两个。我丢烟雾哦，因为圈子在他们那边。OK。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你往右下沿着圈边走吧，你要直接往前走。我引他开枪打我，你注意哦。最看不到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在 N 一六十。一六十在六十吗？对。我没看到人。他中我四枪，中我四枪，他在最远处的圈边。圈边。山上吗？哦哦哦！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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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我哦，好厉害！你打中了，漂亮。看来胖子还是有用的，对吗？妈逼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我就玩那么一场，你就让我赢那么一场，谢谢你。你杀多少个？五个。三个，那我也不是没有贡献嘛，对不对？你的贡献都是一直在激怒我啊！这叫激将法。可以了，谢谢你，下一个再玩。Okay, okay.我换一下有没有不如 OK OK 拜拜好拜拜